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HK 嘅影炉攻略。咁今集咧就系挑战模式嘅第74关。咁完成条件咧就系要喺一次连击之内啊，净系用墙壁系嘅陷阱去取得呢个3000或者以上嘅 ARK。咁就技能冇限定嘅，咁所以就都唔会太难嘅。但系因为咧，我用咗自动回避。咁所以咧陷阱方面我就要用多少少，咁其实咧用七个陷阱就够噶啦，三个型嗰个陷阱系去唔到，系用唔到噶。咁最难嘅就系呢只，因为系刺客嘅关系啦，佢好容易中佢招，咁我用咗自动回避啦。咁另外咧就系你要将佢引落去第一个陷阱先，咁呢个会有少少难度嘅。但系试多几次就应该会成功噶啦。咁当佢中到第一个陷阱之后咧，你想佢点死咪点死咯。3000 ARK 话都冇咁易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